那这个六号从头到尾都一直跟着我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暗恋我。那为什么要改名呢？肯定是六号的错。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不太会说谎，跟跳车。什么叫小朋友不太会说谎？现在小朋友可厉害，靠背按错，别飘酒，别飘酒。大家好，我是燕妮。那一直以来啊，都很多人在仿 YouTuber 的名字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那我自己对仿名这件事情啊，原本其实没有很在意。例如我之前有一部影片，就遇到一个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名字的人。哦，那我其实也觉得蛮有趣的，所以就把它拍成一部影片。那被发现后，他也很有礼貌的问我说：“哎，我会不会在意这件事情，需不需要改掉？”那我会把那部影片放在右上角，那会有个连结。那有些仿名的人啊，却利用我们的名义去骗我们的粉丝。那这点其实我不能接受。前阵子有位粉丝私讯我说，他被一个假燕玲骗了好几套衣服，好几套哦。那燕玲我可以感觉出来，他相当的难过。那感觉还是个妹妹。那我自己听完也是蛮替他难过的。那这边我已经找不到截图可以贴给大家看了，因为我这个 WePlay 的讯息啊，每天都会被刷。但是我相信哦，不可能只有一两个仿名者在骗礼物，也不相信从以前到现在只有一两个受害者。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定。如果燕玲我把自己的 ID 公开，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透过 ID 来搜寻，就可以确认了。那是不是这样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被骗了？那我也先说，公开之后如果有什么事情请私讯我的 IG， 因为我是真的不太看 WePlay 上的讯息。好，那这是我的 ID。 那其他创作者会不会公开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所有创作者很久了。但燕玲要说，不管今天这位创作者有没有公开他的 ID，如果你是真的支持这位创作者，就不要利用他的名义去骗他的粉丝，造成他的困扰。好，那说完了，正片还是要看。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、按个赞，哎，举手起来。那我们直接开始。各位观众，我是力轩，力中加成轩，那这是我的新名字。那为什么要改名呢？因为自从 WePlay 啊出这个选角系统之后啊，我当然要杀杀那个燕玲。哦，那燕玲我变得相当的没有游戏体验了。那不管是当不当得到狼人啊，还是说能不能活过第二轮啊，那都是个问题。那我们这局匹配的是路人局哦，我特地换了一个淘气的熊熊装，来掩饰我以前凶神恶煞的身份。那这个六号从头到尾都一直跟着我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暗恋我。哎呀，本来是要拿警长的，结果跳出个法医，肯定是六号的错。嗯，有人死了。我是法医，那个脚印是白色跟黄色的，在阅览室。那六号是一直跟着我的，那感觉任务跟我蛮像的。那我觉得一二。先归一个吧，先归一好了，但我觉得应该两个都是。哎呦，那小丑坑也出来了，他的麦是有杂音的啊，这个绝对不是卡狼麦啊。一二三有可能是三狼吧，应该。我有点不明白，四号叶硕，我也没去过叶兰室，你看到我的脚印吗？你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这是好人啊，然后我这局是不知道投谁啊。那四号是法医嘛，他说看到一二脚印，那这一场就先投一吧。五号应该是小丑啊，五号是小丑。大台流法医。那不瞒各位说啊，燕玲我其实有一年半的餐饮经验。那对于调酒这种东西呢，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学术了解。你是警长吗？你
是警长吗？对，我警长。他是警长，他是警长，不用拍，他是警长，他是警长。我警长，我警长。那个警长，我跟你讲，五号应该是小丑。我去找十号，十号应该是工程师，十号应该是工程师。哎、欸，不用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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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个任务，最后一个任务。马上好，马上，我干你！三号啊，是三号啊。哎、欸，三号，你很坏、欸，你还切通讯，我想说就不拍了，我那个数据差个0.1秒就好了，结果就断通讯了，那只好拍你过来，跟你来理论一下。所以之前要票谁？票三还是票你啊？我觉得要剩三嘞。因为七号他是好人呐、啊，那四号应该挺好。好吧，那就票我吧，好吧。哎呦，刚好通讯断掉，这一局我一定抢到你的。不是吧？怎么通讯在这里？二号跟十号还有三号在左半边，四号在餐厅。哦，九号面刀，九号面刀。八号面刀，八号面刀，地点是在客房。八号从地洞里面跳出来，然后，还有一个是五号吧，五号在旁边守尸。我一开始先去电力室转蒸汽阀，然后再去后花园转完出来，监控室外面有遇到二号跟七号，那先投八吧，九号都点亮狼了。然后十号从监控室出来，然后他就是感觉要追我，就被叫过来。各位啊，这局狼坑出来了，1583狼，为什么呢？刚刚在左半边的有三个人，2、30。那如果今天这个尸体是在客房，又有人在守尸，那就不可能是在左半边的人。那扣除四号刚刚在餐厅，现在有人踩他，那他极有可能的几率就是小丑，因为他也不在客房。那扣除九号这个当事人，还有五八，剩下不在的就剩下一号了。那这局很简单啊，就票八枪五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先出八嘛。我觉得九号讲的比较具体啊，八号有点太滑了。因为我们先跳九，我们先跳九。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不太会说谎。我们先跳九。什么叫小朋友不太会说谎？现在小朋友可厉害。靠背按错，别跳九，别跳九。那我们再出一个五号吧，这样游戏就可以漫步进行了。刚刚是谁说要票九？结果九号不是？加一，那就投五号，抱歉哦。现在小朋友的话都不可信。那应该是没有盘错啊，应该就一号啊。干，我那个票错，直接把九号推出去，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。为了要表示歉意，我一定要枪杀这个一号。绿色
粉色、白色的。一号在我面前跳地洞，那时候我先讲我最后的路线好了。那时候餐厅往厨房看到七号跟我擦身而过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去厨房倒完垃圾，倒完垃圾我获得法力，对不对？我获得法力之后，在厨房到储物间遇到一个人，我该拍摄那个人。然后就我直接往上走到后环，然后去那个有死亡机器，我直接储物间餐厅直接看到储物间一号跳地洞，应该是一号杀的，没关系，就漂移吧。其实你只要讲一号跳地洞，游戏就结束了。那个，我想跟大家说，储物间有一个任务叫做倒水任务，很多人在储物间倒水，但是造成那个地洞的水管堵塞，所以才会掉地洞清水沟。大家了解吗？